OK， 又開始了，咪冇錯，我哋又開始而家第二節啦。第二節，嗱，今次你又同我講話想講翻啲啊，類似叫似曾相識，或者嘅即係叫可能即係可以叫做叫地著夫嘅東西咧。咁啊，如果講似曾相識咧，有一套電影就超經典啦，因為 Somewhere in Time 咁啊，當經典咗咧，就由當個超人男主角啦，珍西摩爾係女主角。咁啊，當年呢套戲都幾經典嘅就係、是。你有冇睇過呢？我有喺、啊、我應該呢套係極少數，即係我啲窮人家嚇喺、啊、電影院就睇過，喺電視睇過嘅戲。O K 嚇，嗰年代因為係起碼咧，佢嗰套音樂真係掂咯。嗯嚇，咁啊嗱，咁嗱咁不過咧，因為其實咧講真啦，呢啲似曾相識、地著夫嘅嘢咧，我真係唔知點解釋。咁我嘅所謂做 research 喺呢立一立咧，我就唯一咧就可以揾到啲嘢。其實似曾相識呢個字邊度嚟嘅咧？啊，原來咧啊有典故啊，個例子咧呢個叫唔知咪讀做諺咧？係諺樹。諺樹叫遠溪沙。遠溪沙嚇。嗱，裡面咧，喺等下先，等下抄翻出嚟先。啊，原來好威心嘅，原來有曬出處嘅、嗯。哎呀，走啊！嗯。哇！似曾相識燕歸來，小言香徑動獨徘徊。嗯、哇 ！OK， 好啦，咁我就好簡單講咗呢個字嘅由來啦。咁、跟住應該點落去講？你唔係話有個案嘅咩？有啊，其實有啊，因為咧，我先講個案先啦。我個案我就未揾啊，因為咧，我查下關於呢、這個地著夫咧，我即係有破，因為比較大鑊嘅嘢咧，就係原來咧，科學家好似已經解破咗啦。點解有地著夫啦？唉，咁啊，但係即係嗱，咁我咧嗱，只要走咗依個網站咧，叫 How Stuff Works 咧、嗯，即係依啲係一啲好簡，即係好普通嘅網上網，即係 internet 網站咧。但係咧，佢已經有好多個 page， 逐個 page 咁好詳細解釋咗有乜可能性地著夫係 work 嘅。咁我都睇唔曬，因為太多版啦。嗯不過其中一個 example 咧就可以係咁樣講嘅，可以話咧嗱，話咧我哋大腦裡面咧有起碼有兩 part 一個叫hippocampus，一個叫做譬如話 hippocampi 咁之類啦。啊，咁咧我依佢講咧 hippocampus 咧就用嚟存一啲短期嘅記憶，而另外嗰一個咧就用嚟儲一啲比較長期嘅記憶。咁只要呢兩嚿嘢咧咁近咧，佢一稍微大家撈亂咗咧，咁就會出事噶，就會另一即係啦。咁佢咧另外一個關於地著夫 explanation 咧就係咧，關於你嘅眼球啊，即係當你有兩隻眼啦，當你望嘢嗰陣時咧，佢兩個色路咧應該同一時間去到大腦度，然後將佢 mix 埋又出嚟嘅。但係唔知點解有時咧，其中個色路慢咗，可能慢咗成秒，咁變咗咧，你就會感覺到影像好似之前見過咁樣，呢個係有解釋嘅。咁我亦都見過咧，我拆翻出嚟先嚇，就係有人有已經有證實咗咧，食某種藥咧就會令你呢啲咁嘅地著夫咧出現嘅次數頻密多好多嘅。嗯，咁變咗呢樣嘢咧睇落咧就好似真係精神問題啦。好，仲有冇啊？仲有冇其他解釋啊？嗱，等我抄翻招出嚟先。等你讲你一 part 先。其实咧，我就咧，因为呢个系一个网友咧，即系写留低个留言，跟我答完之后咧，觉得咧，其实都几丰富嘅，可以答得。佢第一个咧，就系我成日讲话叫电视或者叫电影效应，特别我哋呢代人咧，其实睇咗细细个开始睇咧，就好多嘅电影啊、电视嘅。咁啊，即系正如讲好简单，就系甚至乎咧，我哋对好多嘅嘢概念咧，都唔嚟自第一身。我前一排睇电视咧，有位咧杨硕张爱玲讲，佢话好多城市人咧。係嘛？第一樣咧，睇到海咧，即係睇到明白咩叫海咧，通常嚟自咧某啲嘅電視、電影、電視啊、電影作品嘅，跟住先可能親親出海都唔頂啊！即係佢咁樣比較，差唔多啫。即係話其實咧，電視、電影啊，啲咁嘅傳媒咧，咁其實對我哋咧對嘅視覺畫面咧係產生好大嘅一個創造，特別譬如而家我哋咧。人際間裏邊啊，人世啦，或者係我哋嘅處境唔係好多嘅啫，嚟嚟去去幾個可能係咪？室內、室外係咪啊？城市、野外係咪啊？跟住咧嚟去可能就係咧，即係古典建築
一些現代建築、後現代建築，你去的格調又不是很多。好了，但是現在留意你每天看幾大量的信息，你看了幾多電影，你數出來。我想現在現代人呢，平均呢，你即每天呢可能呢就可能呢有機會看到一兩次的畫面，要 YouTube 那裡是不是幾多畫面。好了，我問你了，有幾多畫面你沒看過，又反過來問你。所以全部你說呢，純粹說見到某些的畫面的景象的前相識一點都不奇，因為第一層次即係純粹叫電視電影效落效應，得唔得？咁第二個就咧，其實我懷疑某啲叫感覺啊，感覺一般唔可信嘅。嗱，第二層次就好簡單嘅，原來咧我對某啲嘢好似似曾相識咧，唔係淨係純粹視覺嘅。我舉例子啊，如果假設突然間你留意一下咧，天氣季節轉嗰陣時咧，有啲氣味係唔一樣嘅，而嗰種氣味唔一樣咧，會促成覺得咦好熟喎、啊，你唔記得原來有啲氣味促成你覺得感覺係好似好熟。你會幻想或者突然間咧唔準確地話啦，啊呢、這個地方咪去過咧，其實唔係嗰地方你去過，係嗰陣味好熟。我點解會咁明白咧？因為試過有一次咧，有一年咧，我唔知點解嗰幕特別深刻嘅。咁就咧，我係三四點起身，去一個應該係我去緊旅行嚟嘅，咁啊去睇日出。咁啊，遲一翻我咁巧啦，有一個機會就係三四點又起身。我起身嗰時候，馬上第一個感覺，咦好熟喎、啊、呢、這個畫面，但我聰明些少，我快些少。我一馬上知道點解啲感覺好熟，因為咧原來三四點起身咧，你試喺國內你就知噶啦，有陣味啊，係啊，有陣好重，係燒柴，燒柴或者總之一陣味啦，綜合陣間一起身，咦，同埋加埋啲光線咧，嗱香港冇種咁嘅光線嘅、啊，香港三四點都好啦，係冇嗰種咁嘅光線嘅，即係冇突然間個天好暗啊，側邊冇乜燈啊，即係嗰種涼涼地嘅感覺冇嘅。亦都冇一陣味嘅。香港咧好早煙，即係好晏或者好早都好啦，或者好夜都好啦，都係好光喎。好啦，咁跟住嗰日咧就啊，馬上咧，我馬上閃翻以前嗰畫面啊，好熟喎、哦。咁呢個亦都係咧，即係好熟嘅感覺由來。第二個解釋啊，仲有冇好多解釋？第三個解釋咧就好簡單嘅，其實感覺唔可信，仍然係嗱、啊、例子，我聽我媽成日講嘅，佢話成日發夢聽到六合彩啊，咁啊好係啊，但問題係從來都唔中啊。咁即係流嘅。嗱，點解流咧？其實呢個咧，亦都唔係我媽媽咁樣喎，好多人咁樣。其實咧，對數字熟悉感咧係好容易嘅。頭先我講過啦，其實人世間嘅生活處境咧，要變成場景嘅話咧，個分別唔係好多嘅。所以點解你發現好似啲影城咧，一個錄影廠咧，包曬所有想拍嘅嘢嗰啲景可以搭出嚟？因為其實變嚟變去好少啫。是咪？好啦，但問題有數字更加明顯嘅，好簡單。突然間你見到有時數字，包括我自己都好熟喎、啊、呢、這個車牌。我舉例子啊，我最近發現嘅，我點解呢個車牌咁熟嘅？後來我先發現咧，逢親靚車咧，三啊八啊九啊，成日俾人霸曬，係真嘅。你唔使留意啊，好多靚車係三啊八啊九嘅。佢通常唔好中意七啊，六都勉強啦嚇，一嗰啲啊，即係話四啦，免得咁要。於是乎咧，過靚車車牌差唔多嘅。是不是为什么呢？原来呢有另一个运作问题，就是在车房呢车行呢，是不是通常就是你订车之后是啦，靓的 number 你说啦、啊、有几个 number 你揀个差不多 number 是争前那两个字而已、是不是那你说啦，那你不是前相识，是啊，你一个前相识，其实第一 number 数字 combination 不多，但就原来呢 lucky number 仲少，感觉上不是前相识，人生都是的，我对某些处境走去之后突然感觉上相似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类似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差不多的反应。同埋咧，你話啦，你話所謂似曾相識個原版咧，好簡單，突然間咧去到個市場，即係考試個市場，你覺得突然間好熟喎、啊，梗係熟啦，市場全世界差唔多啦，係咪？好微細嘢記唔到啊嘛，你知道夢其實唔清楚啊嘛，其實夢境係唔清楚啊嘛。幾年前兩年前到嗰套戲咧都咁講噶，潛藏空間啊，咁裏邊咪講到咧啲夢，佢解釋講，其實我哋夢嗰陣時咧，其實好多裏邊嘅細節係唔清楚嘅。是要即是受過訓練，你在夢裏面才會清晰翻嘅。依、這個就係譬如長時間訓練嘅。如果唔係咧，其實你真認真講咧，夢咧係得你記住嗰 part 咧係清楚嘅，其實全部都是夢嘅。所以你似曾相識係唔準確嘅。呢個第三點。好啦，你咪補充先啊。其實我有得咁多補充嘅，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只要上去Wikipedia 咧，佢即係抄一抄關於 déjà vu 依個字咧。咁啊，有一句咧，我真係一段文字，我真係唔明點解嘅，可能真係要睇你揾你睇睇。佢話咧，嗱 ，a group of 即係有一堆咧喺 North Carolina 嘅專家就想即係有一個叫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啦、即係點解有咁嘅嘢啦？哇！咁佢嘅解釋真係神奇啊！咁佢話有冇有個可能有一個
同 time travel 同地上夫有关嘅东西。系啊，啱啱下一个啦，啊呢、這个就系、是、叫呢、這个咧。嗱、啊，你睇嗱、啊，我有我写低啊嘛。呢、這个就系叫咧共时性啊。嗱，共时性咧就我咧一阵再讲，但系而家先讲先。共时性一个咧好出名嘅概念就系、是、一个荣格讲嘅，佢系讲超意识同共时性。啊，听下咩叫共时性啊？先讲共时性，即系时间差，即系未必去到即系时间旅游嗰部分。但系咩叫共时性咧？就系、是、原来时间同某啲嘅嘢嘅出现嘅次序咧，或者一个巧合性咧，系有啲共即系共通性，或者叫咧嘅共通点嘅，或者有啲嘅位可以互相入嘅。嗱、啊，呢、這个语言唔能够穷尽嗰个咁嘅说法啦，但希望大家明白我大讲乜。啊，榮格我唔知佢點講，但我經常咧透過呢個咁嘅比喻去講嘅，就話咧突然間咧喺病房裏邊眼死咗，個鐘停咗。嗱、這個、呢個咧發現類似咁嘅經常出現嘅，即係某啲好似咧有啲位好似一致性嘅嘢同一時間出現。我講過，但啱啱嗰陣死咗，個鐘停咗，其實兩樣嘢嚟嘅。不過咧就係、是、你發現咧呢種咁嘅情況咧，又唔係好似咧真係咁兩樣嘢喎。你有冇食黑仔啊？你食黑仔嘅人知啦。呢樣嘢所以 A 跟住 B 又所以 C 又所以同一時間出現嘅，咁我覺得嗱共時性其實就唔係一個好清晰嘅概念，但係咧睇佢講話啦，原來某啲事件咧相之間咧係互相通嘅地方嘅，點通法就視乎點定義，不過呢個叫共時性。好啦，另外一個情況啊，亦都係榮格引申嘅，突然間你屋企人有事，你突然間個打爛隻杯，你聽到啦。呢種咧亦都係共時性，因為你心裏邊咧突然間咧可能有啲叫觸機啊。觸動啊！你親人嘅某啲嘅事件咧，係有個 message send 咗俾你啊！呢種咧就是所謂嘅時間與無意識或者叫集體潛意識嘅關係啦。好啦，咁咩意思咧？我之前喺其他地方講過嘅，就話咧我學過一種咧叫做心靈視覺或者叫做遙感嘅嘢。遙感嘅嘢就係話咧，原來咧我哋喺個房裏邊咧，可以透過我哋咧透過某個程序咧，可以猜度。可以估計或者掌握某些在房外面的一些訊息，行不行啊？真的行的，行的，行的，這個真的行的。我自己做過一個很多次的實驗，其中有幾次令我嘆為觀止的。譬如很簡單的，譬如我現在做呢是跟我這個不詳細講，遲些可能會講詳細多一些少，因為挺有趣的。譬如說很簡單，我透過某些數字，我估呢透過某些數字，跟住咧，我喺透過某些方法，跟住咧猜度數字背後代表嘅嘢。嗱咩意思咧？嗱，可能好簡單，隻數字咧就代表人智運嘅地方。人智運啊？乜人啊？人智運喺咩地方啊？即人智啊？即俾人捉咗嘅人咧，運咗咩地方嘅？假設啦。咁其實我唔知道 number 代表呢樣嘢，不過就啦，咁我跟住你 number 咧，咁我手咧就一個咧，透過一個程序咁樣，我畫啲嘢出嚟啊。畫完之後咧，就其實就係咧個人字運喺地方咧，即係人字運咗嘅地方咧，個處境畫出嚟。咁呢個就一個其中一個叫做都幾神秘學嘅一個題目嚟啊！好、神秘學，但我想問，如果我能夠真係 send 到啲信息俾你，我淨係 send 個 picture 俾你唔得咯，或者寫堆字俾你又得咯，我想乜 send 個？嗱，呢個就牽涉兩樣嘢，就是、修法嘅問題。呢個牽涉我下一個嘅 argument 就講呢、這個似曾相識感覺。就問題就係咧修。準唔準確咧？唔係我哋控制嘅。你清清楚呢樣嘢，唔係我哋控制嘅。點解咧？好簡單嘅，你想 send 俾我，你 send 咗啫，我收唔到啊！明嘛？你可以 send 咗我收唔到噶嘛？你唔好話咁簡單咁玄妙啦。你講説話我都聽唔明噶嘛？我可能串緊你，你話讚緊你啊嘛？係。係咪？我試過突然間話你今日都幾靚女喎。哎呀，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咁樣。咁突然間呆咗死啦！我諗住串緊你咁開心咁樣，咁冇辦法嘅，即係修法問題咧就唔係一廂情願嘅，係兩方面咧個 system 對唔對應。好啦，但係我講緊個問題更加複雜，就點同視人信息有關咧？就因為咧我哋個時空咧，其實可能透過某程序上咧，其實唔係時空嚟嘅，係後邊可能就係話咧有啲潛意識嘅位咧，就令到咧某啲嘅嘢搭通咗嘅。點解無端端提嗰樣嘢咧？遲啲再補充揾一兩集。咁但我講嘅就係、是，因為我學完嗰樣嘢之後咧，我個有啲地方係唔同咗啊！我個人啊，原來我成日經常咧，我講好多次就係咧，我喺街頭咧會見到個街尾嘅某啲畫面啊！即咩意思咧？就係啦，我成日舉個例子就係、是，我真係試過幾次咁嘅經驗。最典型就係我喺灣仔街頭，
突然间咧，我廿年前嘅同学某个样弹出嚟，我廿年前冇见，廿年内冇见过佢啦。我街咪见到佢咧，就喺度望住我。但嗰个人咧，当然同我原先打出嚟画面唔一样嘅。但嗰个画面咧，哇，震撼！即系阵间瞓翻，我预咗见到你啊。系，這个真系完全解释唔到。吓，咁呢种你就话咧，因为我怀疑，因为咧我透过嗰个叫咧科学遥感啦，或者心灵视觉嗰训练咧，我呢度咧系有啲嘢通咗啊。打通了啊！於是乎咧，我會咧呢部分咧叫猜讀能力咧，或者叫預知能力咧係強咗嘅。呢部分同似曾相識咩關係咧？有，正如好簡單嘅，我去到某處境，我突然覺得弊啦，我琴晚咪見過呢個處境咧，跟住有人斬我喎，我馬上走咯。當然，你咪真係見到個處境咧，同埋係咪真係嗰個處境未必嘅。但我成日講話啦，有啲嘢係真實嘅。包括埋我啊，見到廿年前嗰同學樣彈出嚟，我廿年冇見過佢啊，好地地彈出嚟，我梗係未見到佢。呢、這個咧應該就應該咧，唔係純粹巧合咁簡單嘅，即係應該我有啲預知啦，或者突然間咧啊，我啲嘢好熟喎，個幅相咪好熟咯。但其實嗰陣時個樣唔一樣噶，我話聽廿年後見嗰個樣肯定唔一樣，但我知係佢咯，係咪啊？咁其實好多處境咩叫處人生息就咁樣噶，啊突然間去到某個處境之後咧啊，好似好熟見過，同埋有曬心理準備咁解啊嘛。頭先啲咪有曬心理準備咯。是啊、但是剛才你讲了、你假如你某一晚出街你不知道前面的情景好像你看到自己被人斩所以你因此而避开其实这个应该不得的因为这样你改变了历史变了、不得的有套戏挺有趣的有套戏应该是、尼古拉基茨咁就啦，佢有套戲咧就講呢樣嘢，佢能夠睇到幾秒後嘅嘢啊嘛。哦，我知邊套邊套啊？嗰套好似係叫地丈夫，好似係。嚇、啊！即係總之就係講緊類似咁樣。即係可以睇到十五分鐘之類嘅。唔係十五分鐘，幾秒啫。幾秒咋？幾秒鐘就係幾秒足夠充分去改變世界。OK。咁其實我話啦，如果絕對真實地咧，你係見到未來，應該改變唔到嘅。好坦白講，要根據常識啦咁樣。咁但係我純粹唔好咁嚴格處理先啦。咁就係話啦，如果你見到個處境，你見到嘅。但我想这个预知作用呢就牵涉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另一个问题第一个叫平衡宇宙啦。我避了那个发现了其实我是避了另一个去了另一个宇宙。另一个空间。但是说了再不是的话呢其实那种的似曾相识呢可能一种预知的可能啫。预知的可能啫。去令你避开危险都不定。这个不奇啊。啱啱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出现啫嘛。啊呢个即係我鬆啲嘅話咧，就唔使平衡宇宙嘅，唔咁複雜就啦。佢只不過係彈出個畫面，係咧告知你其中一個可能，相對大嗰個可能，叫你避開佢，得唔得？得嘅喎又。咁啊，係嗱，你講呢樣咧，又講起翻睇先，我喺個維基 Wikipedia 咧，嗰個專家就話咧，你可以殺死你個祖父，但係咁咧就要整一 create 咗一個咧 never ending 嘅 cycle。咁咧，你嗰個time traveler 係 stuck in a limbo of existence。我唔中意講乜鬼啊 ，limbo of existence。我中意講啊，不如呢個就係咧，因為其實你之前咧，舊年咧無線一播，但係嗰個輯嘅 BBC 嘅製作咧就係更加早嘅，就講時間旅行嘅，其實一集都講緊嘅。最簡單，我哋可唔可以咧，即係透過時間嘅方法，係嘛，殺翻我自己咧？呢、這個就叫做咧，時間有一個叫咩啊？有個學術字眼嘅，佢呢度講就叫咧 grandfather paradox 啦。咁其實有另一個字眼嘅，咁就正宗啲嘅。咁我唔記得呢個正宗字眼。類似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呢個叫做咧，叫做悖論啊，啱啦，叫時間嘅悖論啊。即係我哋唔能夠翻去咧殺死我哋嘅祖先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就變咗時間個悖論啊。即係悖論即係唔能夠出現咁解。一定係唔可以，唔成立嘅。但係我又咁講話。但是我又講俾聽，我其中一個師傅啦，個師傅嘅師傅啊，係一個美國嘅出名嘅通靈人嘅。佢講個故事俾我聽咧，就我好震撼嘅。佢話咧，其實佢將會離開人世啦，佢會投胎做翻自己嘅 grandma。唔係啩？聽清一個字眼好緊要，佢將會離開呢人世，但係咧投胎翻做自己嘅 grandma。我問我嘅師傅，個師傅就話：我問師傅，咁你有冇問你師傅咧？究竟咧佢有冇見過 grandma 噶？佢同我講有喎、哦。哇！呢啲時間又我哋搞唔通啊，係逆乎一般而家現行嘅時間處理方法。嗱，佢死咗，準備投胎做翻自己 grandma， 咁即係話其實咧好多個我咯。
係咪好難啊？開始咧攬埋一嚿啊，唔知道講乜啦。咁但係嘅人聽，即係我師傅講，我師傅講轉到師傅嘅空間，跟住佢講話啦。其實人咧咁正喎、啊，咁你師傅同佢講，因為師傅咧喺嗰個年就仲未出世噶嘛，但阿 grandma 出咗世。就可以醒啲料俾嗰你個，唔係好複雜嘅。其實點解好複雜呢？其實咧，嚴格嚟講咧，後邊咧，我呢個節目後半段咧，再做落去咧，有做嘅話咧，其實超心理學幾得意嘅，因為其實超心理學好多現象咧，其實唔係線性嘅，係好扭曲嘅，即係可能係後邊咧講啲時空咧，其實唔係想象咁樣。好簡單，你投胎做翻阿 grandma， 你又見過嘅，係咪？咁你諗下後邊嗰個時間軸咧，你知好古怪啊！咁另外其實咧，我講過咧，個心靈視覺好啊，科學搖感都好啦。其實咧好古怪，我哋唔係真係睇嘅，我哋係摸到啲聽嘅嘢嘅，即係摸到啲聲音。可能係咧，唔係我唔好話我哋啦，即係我啲師兄弟啦咁樣。可能係咧睇緊一啲咧，就係咧即係叫皮膚感覺噶。你明白嗎？即係咧，其實係叫錯配啊。係。咁但係咧，其實嗰就係。你個錯配得嚟咧，又有文有路喎。即其實我哋後邊意識後邊咧講複雜啲嘅話咧，係可能好多位我哋完全唔了解嘅，亦都唔係透過語言咧，亦都唔係透過現行嘅科學咧咁線性咁即係嚿嚿砌得凸凸含咁樣好易解釋。其實複雜嘅，所以超意識我哋要研究究竟我哋意識後邊咧會唔會有一個咧好古怪嘅世界咧？而嗰個世界咧個時間將會有一個混亂狀況嘅，係嘛？其實冇所謂過去，都冇所謂未來，精神就呢點嘅啫。好啦，引申嘅，所以我下一個解釋咧，咁樣啊，就是、total recall 啦。我哋其實邊有真實世界啊？全部可能咧就是我哋大嘅電腦，係嘛？大個腦，我哋腦咧純粹咧係咧抽出嚟嘅。啱啊，其實全部都係咧，可能我哋接收信息嘅啫。後邊個先真嘅嗱，後邊真的我哋唔知啊。咁但全部都係執行指令，或者叫做咧純粹咧係修法中心嚟啫。我哋冇決策嘅，係冇所謂意識嘅。这个呢其实是很悲惨的，如果是的话，但是呢就挺有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实验成日讲的嘛，即譬如有一个人就说呢，即以前做不到的，即以前呢对于几秒钟的反应呢很难真实记录的，但是电脑发明了呢，还有很多尖端科技呢，就发现呢即几秒之间或者百分之几秒甚至乎千分之几秒呢是充分能够掌握的。那其中一个研究很值得想的，就是啲人就俾啲相个人睇。咁就叫做禁制，就呢幅相咧係屬於開心嘅，唔開心嘅，就叫禁一二三咁樣。就發現原來咧最神奇嘅地方就咧，原來咧發現咧幅相咧未彈出嚟咧，嗰陣撳咗掣噶啦。嗰、那個千分之幾秒咧係快過幅相彈出嚟，佢已經知道個幅相係咩相嚟。你知唔知講乜啦？即係類似咁樣，手快咗頭啊！唔係，呢個唔係單一事件。當然啦，呢個科學實驗咧，所謂科學咧，我講俾你聽，亦都係咧係並未受科學期刊肯定嘅呢咁嘅實驗。即係正如咧祈禱有冇效能啦？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催眠唔係祈禱有冇效能？有啲人話咧祈禱有效能嘅，即係話啦，假設突然間咧一齊咧為某個人祈禱嘅話咧，佢身體會好咗。咁有啲人咧，有啲人咧會透過咧某啲嘅方法咧證明咗有效啊。咁但係通常呢咁嘅方法咧，因為未入正宗嘅科學體系啊，就俾正宗科學家咧係扮到唔清唔楚嘅，扮死咗嘅。即係咩另類療法啲咧，全部俾正宗科學憑死咗。不過大家又唔好過分咧信正宗科學喎，正宗科學就好假喎有時。因為咧有啲係以前咧證明冇效嘢咧，後來佢證明翻有效喎。因為咧科學有啲嘅位咧係幾硬正嘅。硬件真係有好處啦，就唔會俾啲嘅即係妖言惑眾去呃到啦。但另一部分就係佢幾 stubborn 啊，所謂幾固執嘅。有啲嘢咧，佢過唔到佢嗰個咧某啲嘅位咧，咁佢當唔承認嘅。所以好多嘅科學咧，即係好多嘅另類科學，包括中醫咧，我哋唔知有冇知道中醫最近咧係中醫係好近咧先正式俾科學接受嘅，因為以前咧穴位。咩叫穴位啊？如果而家啲人都唔知點解嘅。係啊，我問你啊，所以就咧，如果繼續揾呢個例子，你明就係啦。正宗科學唔接受唔等於冇，因為好簡單問你咩叫穴位啊？係啊，咩叫咧？咩叫點穴啊？當然唔係莫少少嗰種啦，係嘛？咩叫氣功啊？我問你，大部分都否定嘅。但係咧，近年點解有研究翻咧？包括針灸啊，點解有效咧？係好近年嘅事嘅承認。點解啊？冇正式翻嗰、那個冇正式嘅一個咧，即係效能咧，佢都唔研究。甚至乎咧，就算而家接受咗好啦，你問針灸究竟原理點樣咧，佢答唔到你嘅。因為其實就是科學的盲點啊，咁所以頭先我講話啦，即係頭先我話啦，即係至於今次我真係信嘅咧，腦係一個修法中心咧，其實唔係執行中心咧，唔係一個決策嘅器官咧，呢部分咧頭先我講嘅實驗咧係有啲可信嘅，
係嘛？咁就咧，如果假設引申嘅咧，咁啊得意啦。即係後邊再引申嘅咧，其實可能冇我嘅喎。我哋呢個世界係冇我喎。係，唔係有你啊？你要交租啊！你要交税嘅，你一定有你啊存在。嗱、啊，呢、這個真係咧，即係當講少真係就翻轉頭啊，冇我俾曬錢我咁樣，係嘛？但係你話啦，即係如果嚴格嚟講咧，即係我哋越講好似接近呢個超心理學、接近哲學咁樣，即係其實我都好困難嘅。咩叫我？係咪我哋冇乜好肯定咩叫我？係嘛？所以就話咧咩似人相識啊？嗱，留意下似人相識有主題噶嘛？當我頭先我一路講嗰下咧，其實主題取消咗噶。是所以你假設我講混亂聲少啊，如果聽過話咧，其實輪迴咧係冇主題嘅。你正宗佛學嘅輪迴係冇主題嘅。冇主題意思係即係唔會一對一，唔會嗱其實正宗輪迴咧個好複雜嘅 concept。咁但係我譬如話咧，就佛教正宗講咧，佢其實佛教唔係講靈魂嘅原來，即係佢裏邊咧講一紮複雜嘅嘢啊。佢就話咧，如果假設你認為有一個人，是透過投胎的形式去講，其實中國化了了。正式的佛學呢，原來講輪迴很複雜的，是講阿賴耶識的。是那些什麼叫阿賴耶識呢？你也不要以為帶著什麼意識落下一世，不是那麼簡單的。而那個阿賴耶識是叫不滅的一種呢，就是意識。而那種意識呢，又不是我的，沒有我在這裡，是吧？不過呢，一種呢，突然間叫開，即叫因為我知學養問題啊，呢部分咧聽聽下，我自己都扮明嘅啫。但係我起碼知道一樣嘢，正式嘅佛學，如果當你講輪迴咧，揾佛學嗰度啊，留意唔同，我唔係講佛教啊，係佛學啊。佛學裏邊咧講阿賴耶識都睇死你啊！我記得點解咧？因為第六識我開始睇唔明，第六識叫末那識。末那識講咩就咧？點解我哋知道有我？哇！原來咧，如果睇翻啲佛，我聽嗰啲人講經咧，佢講點解我哋知道自己有我咧？講講下我一嚿雲嘅。是的，想想我都不是很有我的，因為其實證明不到的。為什麼有你？如果根據聖經就是因為你吃了那個蘋果才有意識的。複雜啊，複雜。所以呢，這部分呢挺有趣。我原先想著呢可以講多一些，但我想就是譬如接下來我們處理多一些心理學課題，一而而向後面呢就可以多一些、超越心理學的，或者講哲學的東西，可以就寬鬆一些。都可以。那不如我講回的那麼多關於我看 在個 Wikipedia 看到嘅嘢，嗱咁咧，呢個 deja vu 咧，應該同呢個叫做 temporal loop 嘅 epilepsy， 即係咪啲痉挛有關嘅？而痉挛咧，我哋都知道咧，係同一啲electrical discharge， 即係啲電腦裏面嗰啲電流有關嘅。咁啊，可能佢哋即係有啲關係呢樣嘢。嗱，咁啊，跟住咧，我最比較有趣咧，就係咧，呢個專家咧，喺2001年嗰陣時咧，佢揾到咧，原來你食呢兩種藥咧，是會令你增加你個地藏夫嘅數量嘅。咁其實咧，我哋啲所謂似係層相識嘅東西咧，可能其實好有呢個叫物理嘅基礎噶。有呢、這個肯定有咯。所以結論咧就好簡單嘅，你要解一樣嘢咧，可以唔同層次、唔同方法，咁啊視乎自己需要啦。即係你玩大佢嘅，咪講多啲時空咯。啊，玩細佢嘅。當然啦，好似好似有人，即係好似上次我以前講過嗰 Ian Stevenson 咧，佢就覺得依係地藏夫係同一個依、這個叫咩輪迴就好有關係嘅。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討論嘅，即係輪迴係好多疑問嘅。大部分嘅個案係假嘅，依、這個事實，但係咧有少部分個案咧值得即係深入啲研究。係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咪好，下次見，下次見。